下来，要不然我杀了你。行行行，你说啥就是啥，不过现在赶紧闭嘴吧。怎么这么不小心啊，又被他抓到。哎呀，我这不是想办法找人救你吗？没想到没出城就被逮着了。好久不见啊，柳大人，这么久不见怎么都瘦了。锦哥，你好大的胆子啊，现在都敢冒充公主了。那可不是我要假扮的，是秦立行说我是昭华公主的，那我现在就是昭华公主。柳思婷，见到本宫还不快行礼。新云哥，别以为你靠着秦厉行就可以逃脱法则，盗取官印已是死罪，假冒公主罪上加罪，可是要株连九族的。反正我就是被秦厉行逼的。哦不，应该称他为世子殿下。要不你找他算账？你，公主殿下，世子有请。这个臭丫头竟然敢拿秦厉行来压我，这就是那个小栗子的房间啊？奇怪，让我过来找他，人呢？不会是嗝屁了吧？找什么呢？伤还疼。天色不早了，我得回去晾衣服了。你可知道我以你为儿诱敌，你当时为什么不把我放下？大哥，你那时候浑身是血，要是没我你早就没命了。当时完全可以自己逃走，不用管我，你为什么不走？我自幼无父无母，四处行乞漂泊，受尽冷眼欺负，也早就习惯人世凉薄，人人相互利用。敌人已经被诱出，我知道假公主对你没有任何利用价值，但你还是奋不顾身地保护我。我想这个世界上也有需要我去守护的人，就像现在此时此刻，恰如彼时彼刻。你不逃走是因为你被刑部通缉逃不走，而我死了，柳思婷就会把你押送回京，所以你笃定只要我还活着就会利用你，好让我对抗柳思婷。真是的，你早就知道了干嘛不说？哼，浪费感情。你果然没让我失望，不过有些人谎话说多了连自己都会相信。启禀指挥使，今日在城南发现的那具乞丐尸体，属下已经检查过了，和麒麟道那些人一样，不是别人。可是，他们为什么要吃那种东西呢？
也许未必是他们自愿吃的，他们都是城中乞丐，只要有东西吃，他们怎么会在乎这东西能不能吃？柳大人不愧是刑部的人，这样，你替我寻凶手，到时候我在陛下面前禀报，替你请功。不必，调查我姚国子民被害是我刑部应尽的职责，不过这件事过后我要他，我的意思是要他随我回京受审。那我要是不给呢？那我们就各凭本事吧。听说昨日吹笛子的是一个女子。哼，别怪我没有提醒柳大人，之前你从未与北燕人接触过，他们都是疯子，纵是女子也与妖魔无异。调查就调查，让我跟着你干什么？你还不相信我，怕我逃跑啊？你可以选择不跟着我，只不过这东叶城最安全的地方就是在我身边。在你身边？在你身边才是最危险的吧。不过世子殿下，请。平生，我还是习惯你叫我阿行。世子殿下说笑了，平生乃戴罪之人，不敢。没有人责怪于你，从始至终，有罪的不是你，而是那些……世子殿下，若你还记得年少相伴之情，就请别再说了。平生医术不精，用几年时间也无法查明成分。楚将就，谢谢。秦离行，这个月公子怎么怪怪的？明明很年轻，行事却像个老年人。离他远一点。为什么？你是嫉妒他比你长得好看？情何所依？
敢问今夕是何夕，耗尽心里写下的伏笔，被愁云惨雾牵着去，怎知花期已无期，沾泪尽数千人的句句，只求心且有灵犀，且静安之长叹息，我想开花要怎知花期已无期，沾泪尽数千人的句句，只求心且有灵犀。